去澳洲滑沙，好似去咗撒哈拉。欢迎嚟到撒哈拉沙漠。咦，点解会咁多绿色植物嘅？唔通呢个海市蜃楼，幻象嚟？非呀，其实呢度唔系非洲嚟噶，而系澳洲袋鼠岛嘅小撒哈拉啫。呢度系天然形成，占地两平方公里，沙丘高达70米噶。唉，辛辛苦苦爬到沙丘上边，无非都系为咗冲落嚟嗰下快感啫。咦，靓女做乜喐都唔喐啊？拎啲勇气出嚟啦！嗱，咁先系噶嘛。但系点解你嘅速度会咁慢嘅？睇下你啲朋友，唔使几秒就滑到山脚啦。要型啲，可以揀滑沙板，企喺度上，但系要有一定嘅平衡力先做到噶。简单啲又可以合家欢一齐玩嘅，平底雪橇就最好不过啦。其实啊，即使你乜都唔用，都可以玩餐饱噶。就等我哋嘅靓女示范员为大家示范呢一个沙丘人肉滚筒转转转转。